程度很多。OK， 队长你好，我是来自成都的 rapper， 我叫 TSP。成都很多 rapper， 好奇怪。那我现在，但是我刚好都听到成都的 rapper， 而且成都的 rapper 很多都很善用自己的方言，可能刚好成都方言特别好。对，成都方言比较适合。OK， 了解了。你对成都的这个方言，或者对那边的音乐？我了解啊，我其实听很多，然后因为我其实了解四川方言，也其实就是从饶舌开始，因为很多饶舌的朋友喜欢唱，喜欢用四川话或者是成都话，也有在流行音乐里面听到，所以我觉得很好听，我也觉得很好听，而且也很适合。